居銮德教会紫鸾阁为迎接龙年的到来，打造以降龙为主题的新年灯饰，分别有飞翔星空的338尺飞龙、昂首腾飞的268尺降龙，以及与彩凤成双并列的20尺青龙。阁长拿督司礼彭志强在接受《东方日报》访问时就表示，为了丰富民众的赏灯体验，园内的设置也包括了《西游记》、《十二生肖》等灯饰，欢迎民众前来打卡赏灯笼。